帝王蟹，家人们啊，这是我大连的老妹儿给我邮过来的啊，我第一次吃尝尝啊，哎呀妈呀，这玩意儿全是刺儿啊，嗯，妈就是鲜，老鲜了，哇塞，剪开的啊，哎呀，这个就是特别难剥。好像只有腿上有肉，别的地方没有肉。啊，嗯，哎呀，好，就剩下这点给山东那几老姐吃吧。嗯、好吧，来整一根啊，真鲜，这是活的啊。嗯，太鲜了，这才是真正的蟹棒了。哇塞，看看，来蘸料汁，蘸点辣椒油，行，蘸这个吧，蘸点料汁啊，嗯，太好吃了，就是有点贵，嗯。